以后鸡翅买回来不要总是可乐了，像我这样做焦香酥脆，真的是特别好吃。18块钱一斤的鸡中翅，先把刀切成两半，加上葱姜丝、去腥的料酒、半勺生抽、少许的蚝油，再放上一点胡椒粉，打上一颗剖腹产的笨鸡蛋，然后给它抓匀腌制10分钟，最后加上一小勺的干淀粉给它抓匀。家人们，做这个鸡翅吧，粉不需要挂在厚，薄薄一层口感更好，每天都用心的教做菜，有的话给胖点一个吧，小胖感谢大家。油温60热，把鸡翅一个一个下锅炸，全部下锅以后开中火慢炸，大约需要3分钟，把这个鸡翅啊炸得金黄酥脆了就好了。锅里流油，下入蒜末，给它炒出香味了，然后把鸡翅下锅，放上辣椒末和圆葱末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蒜香椒盐粉，用它去做椒盐排骨啊、椒盐大虾呀，都非常的好吃。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了即可出锅，这样做的鸡翅焦香酥脆，特别的好吃，喜欢的你也试试吧。